นันโทปนันทพุชคังวิพุทังมหิตทิงปุตเตนะเถระพุชเคนะธมาปะยันโตอิทูปะเทสวิธินาชิตวามุนินโทตันเตชสาภวตุเตชยมังคลานิเซนลี่หลงหวังนานตัวปานานถัวฟอเฉียนมู่เจียนเหลียนว่าหลงฉินนาทาซื่อจุนไข่เต่าจือฝ่ากันว่าท่าอีซื่อเวลี่เยื่อนหนีหัวจีเสียง为什么今晚龙碧会提到木建连尊者啊？是这个原因，因为跟今晚的故事有关。佛陀第七个胜利很特别，各位。佛陀有谈到佛陀八个胜利，唯一是第七个胜利呢，是不是世尊本尊自己去降服对方，而是派遣目犍连尊者呢去降服南多巴南陀海龙王很特别为什么目犍连尊者去降服海龙王的故事被归纳为世尊的胜利呢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佛牌叮咚叮咚叮咚数一到十打字过来不然的话时间就过了一二三四为什么目犍连尊者去降服海龙王被归为世尊的胜利谁能回答再数一到五哎呦不好意思想要发佛牌啊会不会太难这个答案呢，不是龙屁的答案呢，是法圣师父跟龙屁问长老。法圣师父跟长老回答同样的答案，就说：“因为世尊之法感化他哦，差一点对了。”有人回答：“差一点对，就是说还缺一点点。”还不对还有谁要回答吗有吗没有了就解答了然后解答因为世尊能教导普通人证阿罗汉果然后让学生呢去降服威力很特别充满威力的海龙王世尊从禅定中也知道说唯独是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才能降服这头海龙王的才派遣目犍连尊者去降服所以目犍连尊者能降服海龙王就可以让我们让海龙王能想象目犍连是弟子有这么大的威力世尊会有多么大的神通威力这是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说世尊呢是天人的导师天人师能教导普通人证阿罗汉果有充满这么大的神通威力如同目犍连尊者所以
我们就值得来看一看，目犍连尊者，世尊怎样教导，才能让目犍连尊者证阿罗汉果？因为，每个人打坐一定遇上这种问题，就是困倦，对吗？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证阿罗汉果之前，虽然已经证了须陀洹果，须陀洹果也打瞌睡，各位啊，怎样解决？来看一看。那时，佛陀住在马喀国，属马给拉城附近的森林。那里是一个有很多长老居住的地方。佛陀通过天眼看到目犍连打坐时异常的疲惫，为了减轻目犍连的困倦，就用法力移驾到尊者的面前，然后告诉他疏解困倦的方法。一，当正在做什么或者想什么的时候，就专注在那个正在做或思考点上，困倦就会消失。二，如果困倦还是没有消失，就去思维自己听到的、学到的佛法。三，如果困倦还是没有消失，就仔细地背诵听到的、学到的佛法。四，如果困倦还没有消失，就插入耳洞，用两手摸一摸身体。五，如果困倦还没有消失，就站起来用水冲洗眼睛，看看周围的景物，仰望星空。六，如果困倦还没有消失，就意念白天的光亮。七，如果困倦还没有消失，就将身、口、意集中体内行禅。八，如果困倦还没有消失，就要向右侧身睡觉，双腿并叠，保持正念，睡醒后立刻站起来。佛陀接着教导说：目犍连啊，你应该学习做个谦虚的人。如果到村庄里，不要有傲慢心，还要学习不要讲会引起互相争吵的话，不要过大众喜欢的娱乐生活，不要样心散乱，远离大众来往热闹的地方，住在幽静的地方修行，心专注在佛法。当目犍连按照佛陀的指导而做，当天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也就是在万佛节这一天，佛陀也在当天授予舍利佛为右手大弟子的地位，和授予摩诃目犍连为左手大弟子的地位。啊，值得学习啊！世尊怎样指导目犍连尊者，直到证阿罗汉果？所以，当各位打坐遇上困倦、打瞌睡，正常各位连目犍连尊者啊，波罗蜜已经圆满了，可以证阿罗汉果的人呢，也会困倦。不过遇上困倦呢、啊，要克服，按照世尊的指导来克服它，好吗？做错脸，精进修行，终于一天各位会证得法身。一定可以的，法身师父肯定。